晚上肯定还是会来看一看，但是感觉今天有收获的概率有点小啊，风有点大。海王出动了啊！你看，走，叉鱼。看得清楚吗？清楚啊，好傻逼啊！怎样好看？就没有好看的呗。这意思就是。一点不冷，我下水拍一点东西，好玩吗？超级傻逼！哎，怎么了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点收获哈？大半夜来插比目鱼来，爽！冷倒是一点不冷，就是感觉好像今天没什么戏啊，有点浪，好好玩呐！好久没有大半夜出来搞事过了啊！嗨 ，happy 呀！不管捞不捞得到鱼，但是今天肯定是很 happy 的。这个浅的地方太浑了，沙子会被打起来，所以我们得往稍微深一点的地方，到个半身半腰的地方，到半腰的地方基本上就水就很清了。我到那个地方去看，最好是要用个水下的电筒的啊。这不是水下的电筒，看起来真费劲。我这已经是强光的了，这有浪，这个镜面的反射反得我头晕。但到这个位置就明显就平静很多了。这里明显就是波浪一层一层打出来的那种条状的，就没东西在里面。如果是那种小山丘一堆堆的，那就可能。咦，你看，嘿嘿，哎呀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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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哟西，哎呦，这条好大呀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我踢到一条鱼！呀！这真好玩，哈哈哈！哟，干它吧！这什么鱼啊？能干它吗？那鱼看上去还挺大的，不知道够不够尺寸啊？哎，现在没风了，好舒服啊！哇，这边好多小鱼啊！嗯，今天晚上没戏了，明天了。今天是阴天，稍微有点毛毛雨，感觉天气比昨天明显要冷了一点啊。这天还下不下去啊？浮潜一下了，有点凉啊，有点怂了啊，感觉风比昨天还大。按道理今天预报要比昨天风小很多，希望今天下午中下午的时候，到时候风小一点吧。风小一点的话没什么浪，就可以下去浮潜一下，就等今天晚上插大鱼了。昨天晚上一条比目鱼都没看到，今天希望能够有点收获吧。晚上这边是一个矿的遗址，煤矿，是一个煤矿的遗址，已经废弃了。下面是关禁闭的。哪里是关禁闭？这个下面啊。This one tastes good.
可以看到今天到现在为止风停了，雨也停了，然后明显感觉到浪也小了，今天晚上只要有鱼应该问题都不大。昨天什么都没查到，今天风平浪静啊，希望今天有点收获。走。哎呀，真是风平浪静，好舒服啊。哇，这个没有风的夜晚，这个看起来啊，今天我还加了一件衣服，加了一件衣服的话基本上保持我核心的温度，这样的话我可以长时间作战。今天准备干到凌晨一点，因为涨潮的话是9点到12点，准备干到晚上12点，准备把这沙滩从头到尾扫一遍啊。哇，好安静啊。哎，这里感觉有点像这个花纹，这个沙子的纹路有点像了。让潮水往外走着，我能感觉到潮汐继续还在往外退，顶流上去。那又是这鱼呢，又是这 garfish。哇，这风刮起来看都看不见了啊！这风一刮糊了，这风刮起来就看不见了，真的看不见了，完全就看不见了。打不着比目鱼，打条别的也行啊。这边沙好软啊，潮水的水位会越来越低，因为现在才8点半，我以为都9点多了。九点半是最低潮，还有一个小时。哦，好多鱼啊！是摸了吗？试一试吧，看看你。哎呦呦呦呦，好，看上去好像差一点啊，扎不到的。哎呀，时机选的不是很好啊。啊，就没有吗？这两天一直下雨，也可能是淡水的原因，淡水冲进来之后，这边鱼饵就少，那些小鱼啊什么的就往稍微远一点的海里面去了，这样的话就导致这些鱼也不会靠近近岸，都带的比较深一点。我感觉到海水变冷了。诶，又是这条鱼，这什么鱼啊？小心我插你！哎呀，好多鱼啊！哎呀，好多鱼呀！看到了吗？好多鱼啊！那里有条大的，插条鱼吧。
完了，都吓跑了。这里有，哎呀，起杀心了啊！我这是起杀心了啊！从扎比目鱼变成了扎鱼啊！什么鱼都查，这是啊，不择手段了，不择手段了。哇，这好像挺大的。这摸了呀，还挺大的呀，我居然中鱼了啊，我晕了，还挺大的，笑死我了，真的插到了。回马枪，一只回马枪直接扎到了，我那角度也能扎到，服了，我无语了，我要的不是这玩意儿啊。